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冷子龙，来自西班牙。今天打算跟大家都说关于我的五十个见识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. I'll go for miles. It's life on you. Are you...为什么今天我突然就想做这样的视频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哈，40万个人是很多人，所以今天为了你们可以多一些了解我的话，我就想告诉你们关于我的50个见识。开始吧。Okay, 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蓝子龙，来自西班牙，我的英文名是 Neo。Or Antonio， 我爸爸的名字是 Antonio， 我爸爸的爸爸的名字是 Antonio。 西班牙的100万个人的名字是 Manolo。 我是2012年的时候刚到了中国，为了学习中文。我现在27岁，我是1.86米，75公斤。我学过1年多的中文，我爱唱歌，我非常喜欢唱歌。我刚到了中国的时候，你好也不会说的那时候，我去了一个离我学校很近的一个买饺子的地方，对老板说，有没有饺子啊？说什么？有没有饺子？你说的不清楚啊，我听不懂。哎，叫什么啊？老板，如果在你店里面你只有饺子，我那时候应该在问你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恐龙战队那个穿红色的那个人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对，然后感谢我小朋友的那些英雄的影响，我那时候是天天跟别人打架，然后老师们天天都打个电话给我妈妈说，能不能过来，你的孩子又打个别人。但是真的不是我的错，是别人开始了，真的，妈妈。虽然我的专业是经济管理，我真的觉得我不是数学的那块料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一些睫毛是白色的，看得到吗？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画画，现在我也很喜欢画画。别动别动别动。 OK， 给了，怎么样？我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人，也非常喜欢让别人笑。我不喜欢足球，很无聊。我学了空手道3年多了，我最喜欢的歌手呢，对，除了 Michael Jackson 呢，我也非常喜欢 Green Day， 也非常喜欢 Maroon 5， 也非常喜欢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，叫做 Ben Howard。 YouTube 是我最大的老师，感谢 YouTube 我就学了怎么做视频，怎么做音乐，怎么弹吉他，怎么弹钢琴。我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，很多人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了蓝子峰那个人，当然是为了批评那些脑子里面空空的女孩子。你觉得好美的女孩子。蓝子峰一直在干着你们，模仿你们。我非常喜欢猜一猜别人的性格是怎么样，虽然我怕蜘蛛，我很喜欢蜘蛛侠。我小的时候有了2只很大的狗，一个叫做 Linda， 另外一个叫做 Dino。 我是在一个麦当劳工作过的。我最近非常喜欢三个电视剧， Game of Thrones， The Walking Dead， Mr. Robot。 够了吧，够了。很多人都问我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你带着那么多。每一个我有的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小故事里面，所以我喜欢带着很多。我有很多非常喜欢的部电影，比如说 The Lord of the Rings， Jurassic Park， Never Ending Story， The Fourth Kind。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、红色和黑色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我的朋友，我的中国朋友很喜欢摸一下我的眉，这个不叫做美貌吧。我是双鱼座，我们双鱼座的人比较敏感，很喜欢帮助别人。我这里有一个纹身，我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能不能读一下。在西班牙 I have a big collection of Magic the Gathering 那些游戏，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，很好玩，我喜欢。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天天练习才可以做这个。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喜欢玩游戏的一个男孩，我会感觉我在浪费我的时间。我很喜欢狗狗，但是我非常讨厌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性格很不固定，很 unpredictable。 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，
但是咱们一下子会做。我去，如果我开车开的很长时间，我会这样，我有点近视，所以如果你们离我很远的话，我会这样干到你们。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榴莲？好臭好吗？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？走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男子风，宝贝。我真的觉得外星人都在那儿，天天都看着我们。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我奶奶做的东西 ，macarrones 或者 ensalada 或者 paella cocido lentejas 我都喜欢。最喜欢在中国吃的东西是一种肉，一种是肥肥的，就是一种肉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大家都说是以前毛泽东非常喜欢的吃的一种肉，大家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叫什么名字？我很喜欢旅游，我非常喜欢去别的地方，然后认识各种各样的人。妈妈给我杀你谢了吗？妈，bella bella。It's crazy, it's incredible. You wonder if you feel something like this in your head. Oh my god. Decir porque cuando dices algo que dices wow y la gente dice Dios, ¿de qué estás hablando? ¿Se han dicho que va a traer bus? ¿Motor? ¿Trico será más? 我最喜欢的中国演员是舒淇，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她是非常好的演员。而是因为他的嘴巴好美。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老外，在中国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，但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桂林那边，因为风景很美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吧，下个星期会有更新的视频，所以说关注一下我的微博，我的你们哈，拜拜。